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你既然有你最亲爱的他的这当地家啊家啊不得生的生意恐怕他不去的恐怕等于他有失败有的对外等于可能有的生活问题就有影响家啊差的都是这些不得经验这个这些家啊的爸爸家啊也不得就有影响就是等于真的家啊也不得爸妈不家啊的陪伴有的经验就是爸妈不过的陪伴上了就是爸妈不家啊的陪伴如今这些我的对外等于家啊的他空落而去吧这样那工资的工资出去的活动人家把两只把不是那个龙头把马步就是在开一个月的工资的这家给了空间了不要的这家就工作这么要不要这把不是开一个月的整体而言印度佛教和汉地或者说中国都是佛法流传的圣地主要的原因是这三个地方是文殊观音金刚手三护主度化众生的主要刹土他们是三护主的所化境所化的刹土所以这三个地方的佛法弘扬的非常的广泛比方说在印度为大势至或者是金刚手所度化的地方那么在藏地则是观世音菩萨所度化的那么在汉地则是文殊师利所度化的因此在各地都有许多的文殊的化身然后在藏地则有许多观音的化身印度则有许多金刚手的化身这个道理是源自于此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汉地过去有出现一位文殊师利的化身被称为公贼幻化王公贼的意思就是汉文里面所说的孔子那么他在许多的校正当中都说明了他是文殊师利的化身那么这个就相应到汉地是文殊师利的画图所画的刹图这件事情今天的咱们认识这条三的今晚大致星期零一的多钱这个大致星期零一的多钱这个这里大家咱们认识呢是托理用的第一节的干嘛说过一句的他这个得多几人的呢来就给高德美吧我不去吧陪不了吧这里这个咱们的东西三米不叫吧牛吧差不多不多三千美容的话就东西长得吧牛吧这大他去呢干个来这八个来这就把这牛毛吧走了这里这里没必要接接吧这来那去哎，你说说人呢？他我说了，他去过了，学生家庭的话，学习中的来你不这样要那，原来说说了这些道理，你们我觉得他他有点老不实。后来他们六八岁的这，他们没把这打发的这一段过完了，真有啥样嘛？我浪掉嘞，人家人家都没说话，他这人家接话他，你觉得我怎么了这里？哦，他说说了，他去把那女的等于留，留我们家的留子，这等于等于他们能还钱，这马这他当然说什么让地的，让地的女们把这当了马子啊，这里他用都让他们吧，用我留子，他干嘛用我那边呢？就写上东西，哦，这也不是咱们人，他不可能再到他去。我觉得是牛毛房子，我当然觉得牛毛房子不是，也有了这种结果。哦，这觉得还好，也就都没得区别。哦，这觉得搞完都觉得少少的东西。这个是啊，这还好很多东西。那么，当然都看他们用的用多些，可是当然不基本。那么就像是在第九页这边说第九页的中段提到似我有情业恶具罪过无始以来长久轮回薄至今饱尝无边苦痛矣厌离刹挪丝毫未升起就像这个道理一样此处要了解的是罪恶的过失
罪跟恶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来自于对业力因果相关道理的缺乏认识，就是我们不懂得这些道理，不懂得业力因果的道理，不晓得它的运作的规律何在。比方说我们看到了许多众生受苦的情境，那么如果仔细去推敲的话，这个苦从何而来呢？从他所造的业而来，这个业跟与他所造的恶业是完全相关的。当然我们从受皈依戒起，并不可能立刻的就变成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完全能够追寻业力因果而度日的人，不会马上都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晓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够遵循业力因果，不懂得业力因果的道理，不懂得我们现在的痛苦就是来自过去所造的恶业。众生之所以会在轮回当中漂泊流转，从无始时来生生世世不断的受苦，主因就在于自己心中的烦恼，由烦恼所驱使造业而由业感苦的这个道理，我们是不能够清楚这一点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晓得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去体察，其实导致自他众生受苦的主因还是烦恼，众生他们因烦恼而受苦，而这样子的苦因在我的内心相续当中也是具备的。我就是因为执着着自我，所以有了烦恼心，有了烦恼就会造苦业，那么这样的苦果是必定会感受的。当然当我们造业时，果报并不会立即的不一定会立即性的呈现，但是应当要了解的是，即便果报没有立即的展现出来，但是当因缘成熟时，有朝一日它仍然会呈现出来的，只是暂时不显现而已。而它的前因就是内心当中的五毒烦恼。这个五毒烦恼是不是我也有呢？我确实是有的，其他众生有这样的烦恼，所以要受苦，因此值得我们对他产生悲心。相对的，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有这样子的烦恼，这些烦恼最终所造的业会成熟痛苦在我们身上，所以也应该要晓得认清自己跟众生同样是有痛苦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是这个文字里面就提，这一段的文字就提到了我们这样子的具足罪业的恶业有情众生，即便是刹那的厌离心也没有丝毫的升起，我们并没有看到自己跟其他众生都心里面都有烦恼正在受苦的这个事实。民众罗马城的土地就是在罗马土地了，因为民众第一计划是什么？民众而已，因为他的人类就是上工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是马上的职场没有，因为我们他们当时大地是马上的职场嘛，对啊，没这个吃多少的人，老是苦恼这个可以苦去麻辣的是麻辣痛快，但是我叫他去压压压打，一直这样马上的是像这样子一片落地做的是大地这个内种就不多了，家里呢那算给他家里去，这差不多一年上差不多说得着什么，等于你用起来哦，让自己的地方的这种人去，那种就不好了，你说的，但一年上这是啥事不了去，这什么的，哦，那地里他那真的活完了，差不多，那地里马上活完了，差不多早晨那地里，接着其他过来。马路不落，因为我用通了，再那么出去来去，啊，上学时候用的通了，再那么出去来，再那我上了大，吃吃到底了，再那我的民众等了几号时间了，那地方我也没上，再那我的，我吃了也不来去。再来，同样是第九页的倒数第二行，第二段。出离心底升起其加持，就是愿能够加持令我从内心深处升起出离心的意思。那么这一段他要祈祷的是仰仗上师的大悲心的力量，令我能够升起出离心。此处来谈出离心，那什么是出离心呢？
要谈处理心的时候，应当要先从了解苦是怎么一回事，一切事物一切的苦的状态是如何。从这里面出发以后，就会晓得哦，原来一切的苦不外乎是烦恼所造成的，而一切的烦恼它的起因不外乎是我执心。那什么是我执心呢？我执就是带着自我的概念，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比方说当别人恶口的说了一句难听话，就想哦，他如何如何，他说了我这一句，你会反感，认为他如何如何的想法，那个根源是什么？其实是背后你心里面想着有个自我，他被破坏了，所以被自我被攻击了，所以对他的恶口就感到反感。实际上我们仔细去想的话，自我利他心是真正的助缘，而自我则是真正的坏朋友。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强化自我的概念，一直想着我，而这样子的想法正是一种恶友的表现，它真正会伤害我们的。因为其实自我它是充满着过失，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后患，它是真正的祸根的。而与自我相对的是利他，这个是真正的好益友，真正的善友。当我们常常的去想到他人的利益，由衷的利他的时候，最终能够从中获得利益，这是真正的友伴，真正的助缘。应当要晓得所谓的出离意志，要从轮回当中解脱的心。假使我们的心并没有从我执当中解放出来的话，则不可能脱离轮回。只有当我们的心从我执的观念当中解放出来，才有从轮回当中解脱的意义存在。而这当中需要的是取决善恶的智慧。所谓的取决善恶，是应当晓得何者应断，何者应舍。应断应舍的就是我执，所以应当要断除我执。另外一方面，则是要能够照见轮回法的过失，要有这样子的明目，要能够去看到轮回事物的缺陷所在。具足这样的智慧的话，才有可能从我执当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证悟，而获得出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反正他怎么在当地里都没彻底找到大的因，东西他把这个人力缺少了，我们如果也投不了人事，那一点那些东西都没彻底找到大的因的，彻底找到结果的，我去找不到那里把人告诉我们人啊，人的这些彻底找到结果，甚至于人家别人他就没了，人家别人算不懂了，光是我到忙过了当地的牛毛白肉呢，长隆的长隆就买就把这空气压进来了，外加肉了，这那个人，人菜的几乎上了菜的了，什么那么大的长隆，皮毛还多，呀，他一吃个面，这是牛毛白肉生的，把茶的到哪里都把这个烤肉的买到，是吧？那就要买，这是第一是，来就来就到了什么的嘛。哦，你把这工作把这了，他不过了算不得了，钱都钱，你往伢子这样了，那去就拿去，可干嘛嘞？对了，哦，大致到三十岁就平庸上了，没去拿去干嘞，你们一批叫我去，到你厂子过了，就是讲，这都比一批老的把这了，他结果都，老早俺不怕碰的，来，然后虽然没人看过了，也了，谁不知道这里是啥，东西不吃啊啥，都有不少的，伢子。哦，东西不少啊，六条都能吃，做生意去，这两年怎么在那个这意思呢？做菜的几乎上的我曾经就要俺们都打起打，打起就要买，别咋整啊？这别咋的？哦，菜的其实俺就是那么几个吃过上的，怎么？我第二次嘛，开始是我吃不来，吃不起，别咋的，肉嘞，对了，哎呀，菜的他就做上了。这个穷穷生人，这个吃不了的，啥也吃不得的。这个什么？只要一品落成，人吃的少啊，就是觉得，这里东北方啥也蛮多的，他不要的，东西他把这个来吃，他把这个就上身上，上身上蛮多的，把这什么，他把另外一个门吃掉，
大吉菩萨呢，哪路人呢？哪个路的嘛？没路么就逃离，哪路就逃过来。这第三个三界道叫哪路干的？三穷三穷而莫轻松。第四个得把忙活，他大就把他这个三穷三三穷什么什么就掉到了哪里？哦，只要你那站不着，他就三穷的，三穷三嘛是三穷的，没些没就掉到了哪里？哦，多人七穷嘛都三穷有个底，哦，底上的穷根本底苦穷的，是不？底苦穷就那个差不多的，七穷嘛都是，这面呢，他就没说的多嘛的。搞的差不多，结果结果的，这因为我家都等啥不嘛都，要叫他不认识。接下来是虽得暇满人生空过者，无意此生行为常涣散，大意解脱修行俱懒散，进入宝城但却空手回。这边讲的就是说，虽然是具足暇满难得的人生，但是却最终让他在无意义当中空过了。那么为了无有意义的今生的事物总是涣散着，而这样子的人遇到了要追求大义、要承办解脱的事情上面，则被散漫心、被懒散给带着转，犹如入宝山空手而回一般。那么首先我们此生都已经获得了人的身躯，但是在这样的生命当中，往往很多人是空过的，就是虚耗光阴的。当然在世俗的事物上面，我们仍然需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工作还是要做，世俗的事物还是要做的。这毕竟我们不可能像至尊弥勒日巴一样身无障物，抛弃一切那样子去度日，对我们来说是做不到的。但是虽然身体需要做这些劳作，需要参与世俗的事物，让我们的心能够让它发挥价值，也就是说要真正体悟内心的意义是什么。比方说晓得我执跟烦恼是真正最大的问题所在，它让我们的心僵化的像是冰块一样。那今生是，然后应该要去考虑什么事情是真正有益于此生、有益于来世的。如果我一生都只想到自利的话，此时又当如何呢？仔细思考以后，就会晓得一生追求自利，只顾自己，最终死亡的时候，除了烦恼、恶业习气跟我执之外，什么东西都带不走啊。所以这样的思考是非常有益的，在内心当中去思维苦因跟苦果的关系，还有去思维自我到底是给自己带来的是什么样子的利弊。这样子思维，仔细思维业力因果道理之后，我们就会真心的投入布施、持戒、安忍等的实修当中。那么真正的人去思考菩提心的价值，真正思考利他心的价值，如此一来，我们的人生同样的过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可以让心投入于利他心当中，从事利他的行为。因为我们现在要立刻性的放下一切，放下轮回法，对于我们来说，因为缺乏福德，那是非常难做到的。马上就要把这一切轮回红尘的俗事放在一边，目前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克制自己的心，掌握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不要陷入到无意义的事物当中。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把握好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转向利他。我们应该向内去分析，到底利他跟利己这两者它的差异何在。比方说在从事善法培植善根的时候，假使一个人他为了谋求今生的福报，谋求今生的财富利润，所以他去行善，他去累积善根，他能不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呢？他能够得到某些好处，也许他可以如其所愿赚到一些钱，但是这样子的福报或者是这样子的财富最终是要耗尽的。但是如果转个念来想，
去思考利他的价值的话，他会发现哦，原来利他的心念跟行为在表面上会让我们做哦，让我们在做表面上虽然看似是小小的善根，但是它却有无穷的利益，所以利他才是真正有益之事。我们仔细去思维的话，会发现这一点的。再来，在第十页上面所说的，在承办广大毅力、承办解脱的时候，我们修行却懒、却散漫了。这个散漫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便是我们正在修行，但是心里面想着唯有我执而已。如此一来，是无法承办解脱的，这是没办法真正的承办大义的。最后，第四句呢，则讲到了入宝山空手而回的譬喻。他说，就好像到了充满摩尼宝的岛屿上，但是什么都没有拿到。所谓的宝指的是什么呢？摩尼宝珠指的就是菩提心的价值、利他的功德。那么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诸佛，他们都拥有圆满的菩提心，他们都有利他心，这个就是真正的如意宝珠。那除了三世诸佛之外，众生是否也有这些功德呢？众生也有如此的功德，所有的有情都有慈心跟悲心，都有菩提心的之分，只是多跟寡、强与弱的差别而已。不会有一个众生完全、不会有一个有情他完全没有慈悲心，完全没有丝毫菩提心的功德的，这只是强弱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利他的菩提心才是真正的功德所在。就像是观音具足千手千眼的这个道理所要象征的也是这一层意涵。我们应该要晓得真正要把握住的妙宝到底是什么，不要空过人生，主要就是不要只是想着我执，而真正而失去了利他的心念。老马先生说的也就是没有重点就把世界捞起，他没有重点就是什么呢？比如拉比说他的比如拉说吧说他拿说拉就是把他交给你的让中他是一种日子的麻木的这种就是拉这个马就是那样他所说的没这个了这是我搞马的那样哦三年学个的学什么你可以上山的上山的哦他打算你所说的你那你的让你查到的是用的从自己上去跑妈妈的我这条没事刚刚这样我这条马这条条要买这条马的这条我说的说的突击这个地就不用我不去了跑妈妈的这条没事自己上去让我们能不能去做比如说你现在刚你上去哦但我现在咱们人家不查了上山的意思第一条是刚刚他这条松了都没说的都不要了这刚刚这一条呢哦，累就累，给给我便宜嘛，这么一个的，累是因为这个，哈不要嘞，这么大做嘛，因为这家老嘛嘞，大就一嘛，一批的老子用这一嘛的，这批是因为一批老的是完，这批是因为他们吃的是，别人阿妈就不能这么，你阿妈家要的是，哦，阿妈嘛，因为这家老嘛的，虽然说，哦，他这个呢，哈。他是给不起你把这些给你我把你们哄你们咱们陪我咱们就差不多多了哦这边老娘啊那都我们里面哄你基础陪我他第一次就送到哪时候让这边把他们去就可以擦这个可以去就可以别的就可以我做什么经商我做什么用经商这些人让他们从这个他们在找哈佛手机呀呀呀他们把人准备什么三年我写个 W 也不差不多才写的三个意思嘛哦这个把你一个写这时候这时候你要给多少个别找个人把这个没多的那么多人这个这么多人说接下来是第十页的第二行上师之业悲心素故事人生聚义成就其加持就是愿得到加持令我能够承办此人生具足意义那么此处要谈的主题是令人生具有意义它可以从
三圣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无论是从别解脱圣、菩萨圣乃至于密咒圣这三圣的哪一个部分，其实讲的都是类似的。上等者如果能够是自力达到究竟，就是自力修行的境界达到究竟证悟，然后再来利他，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这是上等者，假使不能够做到这样的情况，而这样子的境界，那么也是能够随着所遇到的机缘去谋求利他，随分随力的去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面临死亡，而在那死亡发生之前，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贪欲、嗔恚跟愚痴，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就像是教法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有情不曾做过我们的父母，应当要常常去忆念他们的恩德。就像是大恩导师佛陀他所告诫我们的，应当常常去忆念母恩。那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很多值得尊敬的追随的这些价值，我们如何去想起这一点呢？如何去忆念这一点呢？其实这都有赖师长的教诲。师长他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对善恶进行取舍，应当如何去饶益其他有情众生，所以我们会从中学到利他的重要性。利他是完全具足一切功德的，与利他相对的是只谋求自利，完全谋求自利是没有丝毫功德，除了过失以外，谋求自利没有丝毫的价值，而利他则具备一切的功德。那么利他当中要念众生恩、念母恩，比方说思维无一众生、无一有情不曾做过自己的父母，这个道理如此的见解，如果要问是谁告诉你这样的见解，谁传授给你这样的观念，哦，原来是师长传授给你这样的观念，所以应当念意念父母恩。在这样子的意念恩情的情况之下，去了解利他的重要跟善恶取舍的重要，乃至于我们今天只是念一声 Om Mani Padme Hum， 只是念一声咒语，也应当为了这个世界的利益、其他众生的利益而去做。如此一来的话，就是从真正的运用佛法而产生饶益的方法。所以从这里出发，我们就会了解原来三圣的教法是如此的重要，法是如此的重要，那宣说法的佛是如此的重要，这样子就懂得意念三宝恩、意念佛陀恩了。其实这些法是从何传递给我们的呢？是师长传递给我们的，所以就懂得意念师长的恩惠，懂得意念师长恩，懂得意念佛陀恩跟三宝恩，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利益其他有情众生。所以从这样子的方面去思考，应当要利益众生，应当要去意念他人的恩德，如此承办具义的人生，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这句所要谈的主要义理所在。马氏萨德尼巴杰加美斯塔萨基基因的法人说，让养你忘记在这个讲人流浪这个因为我在过老了，过老人从这让你长期有人接受不了的大潮一会逻辑就不叫容易大唐之路，那的就不叫了，这就刚把他家叫了，这就是那个可能陪我一会儿。小的了，这托叫我妈帮我，叫我到这家看看谁多了。小妈不能咱们出去呢，送点马红出去，然后这家谁带有了？来早的这种地都没子长，有人没得擦把手了。就比如说再早的，这人马车擦的什么经常没的，谁都擦去了。哦，马车那没得啥。